我肯定能给你打造成网络红人啊！那个打造红人呢，需要一个团队啊。阿丽、土豆，来，虽然你们当不了网络红人，但是我邀请你们加入打造网络红人的团队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脸脸火了，咱们都跟着接班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这穿这雨衣干嘛呀？这是。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个什么大衣哥吗？我就是要把你打造成雨衣哥，你比他更酷、更冷静、更水灵。更水灵？没水？没有水呀、啊？这个人。来，道具上。是。哎。哎呀。来，注意那边光，来。子栋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哎呀，那是闪电，为了衬托出你的孤傲与冷静。来，亮亮。唱歌吧，来，唱啥歌啊？唱个李娜的。李娜太高，唱不上去啊。谁让你唱李娜的歌了？让你按李娜那个感觉唱。你这样吧，你就来一个李娜版的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吧。来，预备，起。这就是喜羊羊与灰太狼。不，这点击率有点低呀、啊！呀、多少了？现在才120，100。哎呀，行啊，不少了。咱们刚刚开始，慢慢来啊、我自己就点110多下。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啊，有点单薄，得想点办法。想啥办法？